现在演示2D73的混杂模式。接收联系人是91，现在试一下。91，然后发射也是91。现在开启混杂模式，我设置的 P1 侧进短按开启，然后发射91，然后切换一个联系人，现在是460051，回复我们看一下，为什么是460051？在数字挂起时间内，它会按照你接收的那个组来回，就是过了一定时间，数字挂起时间之后，然后它就按照91发送。我们关闭，再看一下，现在是460051，它就不接收了。